咱家庭财团啊，咱泰国建筑啊，是咱客家啊，上客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哦。在三太子含着宋江镇的表演中，2012年台南香科年的记者会，3月24号在客家朱寨宫来召开。因为今年但是3月到5月，咱台南市都鹿里门天后宫、安定所处清河宫、所处的中兴宫、客家朱寨宫、土城鹿里门圣母庙、满道大天府到西港庆安宫七大庙宇办理大型的香科绕境活动。啊，咱办这个。记者发表会呢，来表示讲咱客家朱寨宫香科呢，来正式要来启动开始来这个出发啦，非常感谢咱所有这个参与着客家朱寨宫香科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希望伫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辛苦的这个配合之下呢，会当个客家朱寨宫这香科会当安尼完成圆满。咱台南地区发展出来的家乡文化，是台湾嘛，是全世界正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咱希望借由观光文化活动的行销，会使予较侪朋友更加认识咱台湾传统的一个文化。那相当难得的，就是讲客家乡呢，四当一道；那其他的乡科呢，三当一道。甚至讲咱鹿邑门的妈祖宫是无定义的乡科，结果今年呢，正特别是。几十冬来后，一道宫有七个香客，同时同共一天来闹热来举办。啊，今年非常特别啊，因阿拄碰到咱客家朱寨宫四年一遍的科技啦吼，挂香啦吼，所以已经讲是热闹迄个闹热加上吼闹热安尼就对啦，一定是非常闹热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刚才看今仔日的记者会，咱就知影。除了有东洋国小电音三太子的表演以外，咱客家吼哇有四大社团吼，拢斗阵出面上阵安尼就对，有这个嘉社西团，也后咱这个电龙馆吼，中州中社宋江镇吼，大家头拄啊这个表演吼，拢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这个香客吼挂香吼，一定是盛况空前吼。我相信真值得咱大家来期待。而且今年的香科活动内面，市政府嘛结合了中央研究院 EIS 中心，专程记录各大庙宇出巡的路线，将传统庙会含着科技来做整合。另外，透过七大香科，全台湾的民众也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台南为什么叫做文化首都嘞。七大香科共一年举办吼，这员工是一二十年来咱伫个即款的情形啊。所以我伫遐，现主持伫遮吼，嘛祈求吼，咱天公伯啊吼，咱六位众神照常咱七大乡科伫大台南举办的时阵，会当保庇吼，台南安尼风调雨顺吼，安尼一切平安顺利，大家安尼安居乐业，好唔好？好。我想咱应该安尼做吼，台南市政府整合七大乡科联合营销。除了祈求保庇以外，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吼，予全台湾的人知影，咱台南市确实实在是台湾文化的首都，吼。台南乡长林志玲。伫赖市长、邱董事长等人去过了，宗教界难得一见的宗教嘉年华活动，向着全国民众发出了邀请，因为只要你来一撮台南，你就会知影。台南的庙会是有多少年好看，多少年无同款。